鼓励鼓励 Give the dancer a big hand. Thanks for the dancing. 我们今天很高兴，那远从台北为台东带来比较少见的拉丁音乐。刚刚听到的音乐就是我们所称的 Salsa， 就是非常热情，专门是为了 dancer， 为了舞者，为了台东这种热情好山好水的地方所设计的音乐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所以你们要跳舞吗？要。好，所以等会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要希望看到你们最大最大的热情，还有最精湛的舞艺。所谓精湛就是只要会扭，只要顺着拍子就是一个最精湛的舞艺，不需要学会很多很多的技术。那当然了，这是一个自娱娱人的一种音乐的一种运动。 OK， 所以我们期待你们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热舞。谢谢台东这个县政府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跟公益平台严董事长还有台湾好徐姐的一个安排，让这么多十几位的乐手远从台北一路下来为台东做这样的演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台东，谢谢。当然了，来到台东，台东有很多部落，有很多族群，最重要的一个部落在海边。对我来讲呢，因为他们的分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，占地非常的广，而且呢，他们的传唱，他们的歌谣，传统的歌谣是非常非常的著名。那今天好不容易，很荣幸，请到阿美族这个最富人气，而且唱歌唱得非常非常好听，非常非常怎么讲，有音乐理想的音乐人小蒋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来啦。然后呢，他带来他的学生，还有以及我们的朋友，来为各位唱两首歌曲。那当然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即兴的，没有彩排，没有经过排练，拿起吉他然后我就打木箱鼓的一个阿美族的歌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有更精彩的伴奏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们从台北一直下来的，因为我跟李老师很久认识的朋友，晚上带你到外面来聊，朋友都你到都聊了，上来干过，哎。Oh yeah.
我是郭英男，1996年的延平，也就是我的妈妈。第二首歌曲呢啊。这首歌呢曾经在1996年在亚特兰大有教授所唱的这首银河欢乐歌，那因为德国人是使用啊，就是《Enigma》这首歌啊，就是由我们李老师在中间指挥的非常好听的编曲啊，由我们三个人来唱。
宛如天籁的阿美族，两位勇士，一位美丽的姑娘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节目交回来，我们最热歌劲舞的。Jazz， 麦克风一直给我声音好吗？不要断掉，可以吗？我们给我们的三位辛苦的三位掌声鼓励鼓励。今天呢，铁花村呢，难得有这么多的麦克风，台上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多好多麦克风，太复杂的安排，所以呢，难免会有点失误或是不完美，各位可以原谅吗？下一首歌曲呢，是更热歌劲舞的歌曲，希望你会喜欢。